们还是要送哈，还有机会更爽一点。经过他这样讲，到庙里面，懂了懂了。原来都换那么多的，我煮酥团皮吼，这个我买这个，初兵王姑讲煮这个，问题是这一出吼较特殊，因为这一出伊属于它是三段式的故事情节，一改肯社会。即出即伫保安中，木雕员工，我家己取即较重要诶，即个出来，拄下即个故事。楚兵王夫将驻车，内底有三个查某，搁一个兄仔，即足歹解说。啊，毋过我知影伊确定是即个春秋战国甲五王有关系，我就把它当作，反正就米还多嘛，顺便搁教一个小朋友吼，夫将驻车，好。咱请教大家一下吼，有些人会当知影迄个五祖师因老爸叫做啥物名无？拄好讲过。五车呀，五车，对无？对吼，掌声鼓励。我这运气无好，假使若有宠物的，你将这个机会让互别人，你甲我讲谢谢得啦。这个是参参悲风日失明，三条中一佛祖经，初临将处该签领，因得五兵日天神。过来，拄啊，迄个是迄个无上就是大哥跟小孩他们的故事吼。啊，即嘛，即个五祖师过交关，伊即个典型个就是。一个老伙仔白发苍苍，伊这个囡仔，伊来画安尼，他是真的有一点点很欠打那种样子，我们逃过来了，这感觉很欠揍那种样子吼。在啊，若伫咱台湾，伊若像讲在红啊，在画本对无吼，伊发出伊是毋是安尼表现？只要伊若共一个师傅传出来，差不多。啊，不过有些所在会出现的会小可无同款，但是。你只要这个业务阿爸的，差不多走袂外远。啊，过来伊为声有定这个吼，伊只会挂一个声的名嘛，城耳上面会有城的名字嘛，也写交关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线索，过来就是主题人物，另外就是旗啊旗号，上面能写文字的，他会用文字来表示。啊，要甲大家讲歹势，就是我有阵仔咧讲的时阵，为着迄个故事的迄个规律，我袂讲完全照在名伫咧走安尼。所以你若摕转来，听听，甚至甲咱有录音录音，我拢足欢迎的吼。转去了后，迄对吼，有迄有手了啊，走精的，请大家谅解，因为爱看观点才会知安尼吼。好，过来，后壁即出是啥物？一条白条，拄仔咧演的就是这個。但是我精神那时候我不能假哭，因为假哭不真诚，可是我又不能真哭，真哭崩溃之后后面的戏不用唱了。好，这个东哥讲编剧我都讲唔对，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俩包吼，编剧的徒弟，因为伊叫有远啦，编剧名医嘛，编剧唔是一只迄个喜鹊去打鼻涕吗？不是吼，是扁鹊哦，太冷了吼。好啊，扁鹊。扁鹊，扁鹊是到哪一个朝代的人？有人知影无？啊，请，跳过。好，请问这个所在是什么名？有人知无？哎呀，主持人，你拄好有听无？找机会抢过中奖啦！好，再来剑斩欺负，即出。前我看到两出，当然一定有第三出。这个是伫台北干道江的彩绘，第二件我伫倒位看。大师，镇海江，郑秋平编写的三川殿下，伊的石雕对看图，担着风的手稿，顶悬就是剑斩渔夫，见证渔夫，渔夫啊，吼、哦，剑斩渔夫，这是渔中人，
鲤鱼脱壳金钩子，百尾腰条再不来。啊，若要念较顺的，广告就安尼：鲤鱼跳出金钩子，腰头百尾任我游。就爱安尼吼，但是这个国语的用法跟闽南语的用词是不大一样的。好，过来阿伯。你我朝朝互亲意敌，以助己互罗之己。日以食下有心必忧之，我意敌下何不到位？罗中人啊，罗中人，我非以助求你者呀。我对你讲的白话就是，我不是要拿你换钱的那个了，我不贪图你的那个名誉哈，那个利益哈，所以说罗中人甲伊点。我这头壳无好，拢爱讲几十遍，我才会记哩。到今仔日，咱这个广告系列是第十场，第十场目标100场，请大家多多帮忙哈。恁的故乡，也是讲你熟悉这庙宇吼，伊若加书，咱这个吼，有料无料都没有关系，车钱我家己拿。只要咱庙埕，咱在乡亲，不管是要家己出来广告，也是讲要来招咱吼来去遐斗相共吼，拢会使哩吼，请大家咱个。多多支持，要推的是一个文化理念，不是在卖车，要卖车我也拍卖人相当，让通路商自己去跑就好了。这出一将退兵，是怎会知道他是一将退兵是在讲这个故事？他这里有文字，春秋五子书有无吼？郑国时为什么坏？这个救命之恩，所以这个一将退兵。我应该是靠较去比较远的吼，啊，这五子书伫遮，一将退兵，所以我中会较独调，无正常拢干呐讲五子书，甲迄个伐楚兵王，伊就复仇尔，啊，变这段我感觉较有意思，所以我把后面的中间那些全部剪掉，咱进过，啊无迄爱阁讲另外一段，哎，咱即个故事包伊也讲了，啊无吼。咱然后来搁见面的时阵，听咱同款，你就感觉无趣味啊吼。罗中人也罗中人，腰杆不剑七星魂，不记渡江时，卖饭包飞机。食遮好哦、喔啊。我把那个字典查了一下吼，实际上迄个包飞机就是迄个鱼仔汤啊，就鱼汤而已啦吼。这闽语罗州极抒情。腰高强势，楚高深，三军既上分毛土，不负当年当上情。啊，这个刚好是书里面有写到，不是我写的，我是只有会写那个短篇的清散文哈。钓朱龙救阿达，安尼这甲搁甲停起来无？无，唔是，你继续咯。哦，我需要你帮我转转。啊，这张要送出去，这个辛苦你，你比较辛苦。哦，是。恁一个茶接过来。